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川妹子带你游遍四川的卡卡果果。今天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是四川名气不大但是最值得去的三个地方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。第一，牛背山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观景平台，站在山顶雨雾缭绕，仿佛成仙境了一般，都只能看到山尖尖了。但是这里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出来，上山的道路也是很险峻的，准备去的人一定要穿好装备啊。这里露营也是一个绝佳的体验，夜景也是很美得不要不要的，满天繁星，时常还会有流星划过，这在一般的地方可是见不着的哦。第二，丹巴藏寨被誉为最美藏寨，几百栋民居楼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地融合在自然环境中，到了秋季更是美不胜收，黄的、红的、绿的树木与白色房屋建筑交融相合，看着就是一场视觉盛宴。第三，卧龙是地球上仅存的几处大熊猫本栖地之一，这里的大熊猫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还有不少的野生大熊猫，这里还建有大熊猫研究中心及繁殖场，熊猫原生态的生活环境很值得一看呀。这里最多的植物应该也是竹子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讲完了，你有啥子好耍的地方欢迎分享。